小龙，你给我站住！梅玲姐，娜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了，来看看你。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去我婆婆家收拾房子。收拾房子？收拾什么房子？这个房子不租给我们了，我又没钱买房子，要搬到我婆婆家那儿去住。哦，是这样。梅玲姐，你现在怎么这样？没办法，三年口罩的事把我拖垮了。那你就没想过东山再起吗？当年的你多风光。想过，但是太累了。也是，这几年生意难做，人情薄如纸啊。你和我去我婆婆家吧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嗯，行，来把帽子戴上。一生花开，一世界一片灿烂，一眼落，一世无可被尘埃沾染，一种年深刻。小龙，快点起来，一会儿你嫂子就来了。快点起来。哎呀，你就让我再多睡会呗。梅玲姐，这里能住下吗？把那间屋子收拾出来就能住下了。小龙，你嫂子来了，还带着一个女孩呢。人海有擦肩而过的空。用竹子编个围栏，把这个院子给围起来，然后再摘一些花，排得满竹篮都是，满屋顶都是。啊，挺好的，可漂亮了。还有平淡的用竹子把这里围起来，在里面搭个灶台，做饭吃饭都可以在里面。伟妮，你来了。妈，这是我闺蜜娜娜。阿姨好。好，你好。闺蜜，我怎么没见过呢？嫂子，你来了。小龙，这是我闺蜜娜娜，她家新搬来的。快来坐。嫂子，快让你闺蜜坐呀。来，我们坐坐聊。啊，等一下，好了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吃的去。你挺有魅力的哈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来，吃黄瓜瓜子。来，吃黄瓜。这是我妈种的，可好吃了。娜娜，你这次回来找到工作没有啊？哎呀，美玲姐，你可别说了，我都快愁死了。我这找了一个多月了，也没找到。最近面试都是十几个人，只招一个，面试完都没信了。你也别着急了，你。悄悄招呼着繁花似锦，来一声雪。小龙，你给我站住。慧慧，你来了。你看见我来你跑什么呀？没跑，我看见你来我给你做饭去。小龙，不用你，我去做。你们俩聊，我帮妈做饭去。我也去。坐下。那个女孩谁呀？娜娜，我嫂子闺蜜。你嫂子的闺蜜，你离她那么近干嘛呀？没有，我就给她掰了个黄瓜。你还狡辩，你看你穿这个衣服扭扭踢踢的，哎，我问你，你总躲着我干什么呀？
妈，来，你吃这个。给，你吃吧。小龙，你看慧慧对你多好啊！ 你别总是这三看着那三高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好，知道了。杨田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把四周用竹子围起来，在这留个门。 前面留个窗户，这样刮风下雨就不怕了。杨田，那个王老板来了，咱们可以看看去。王老板？哪个王老板呀？啊，一个收菜的，给的价格特别高，比平时咱们卖的价格高出两三块呢。还走啊？一会儿那个王老板走了。等一下，比咱们卖的价格高出两三块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嘛？人家这个王老板是城里一家大超市那个大老板。 收风筒里都比别人高四多块呢。对，美玲，这个王老板的超市特别大，收什么东西都比别人贵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蔬菜的价格都是透明的，种有机蔬菜也不只是咱们两家呀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个王老板我找人问过，是真的。走，咱们看看去。杨姐。 听说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啊？你别被骗了。哎呀，你可别墨迹了，我也不是小孩，谁都能骗得了我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公斤比正常价格高出两三块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王老板，你还没走啊？这不是在等你们两个吗？我听李婶说你来了，我们赶紧就过来了。我们这个菜现在怎么收啊？别你们平时卖，每公斤多两三块钱。
搞这么多呀？我们娘家的菜，人都要买。都要都要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们两家的菜都给你留着，成熟了就给你打电话。嗯，行，你们俩把定金交了。定金？什么定金啊？我预定你们俩的菜，你们要给我交定金啊？我对呀，你买我们的菜，应该给我们定金啊。我给你们什么定金啊？我买你们的菜，应该是你们交定金，要不然你把菜卖给别人，到时候不留给我怎么办？也对哈。交多少定金啊？一人2000。这么多啊？太多了吧，我手里没这么多呀。对呀，太多了嘛。那你们俩有多少啊？我这1300。我这1800。那好，你们一人交1000吧。行。你借我200吗？行，等菜熟了，你们给我打电话，我过来取。哎，好嘞，放心吧，菜成熟了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这回好了，咱们的菜不愁卖了。关键是价格比以前高那么多。嗯，水了嘛。日出又日落，处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，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不值得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。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，听到真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直到我睡得轻。值得放下远行的脚步。哎，美玲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才回来？我去村里了。
我回去妈那里找你没找到，哦，咱们店里的菜被我卖了，每公斤多卖了2块钱呢。哦，嗯，咱们菜多卖钱了，你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挺好的。敏，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呢？ 这是我给你做的刺包虾，特别好吃。你尝尝，看里面都有什么。 你喝水写的呀，这么好吃？好吃吧？好吃就多睡了。杨天，王老出事了！怎么了，李婶？出什么事了？那王老板是假的。什么？王老板是假的？对，是假的。 电话打不通，联系不上。啊，不会吧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或已关机。电话关机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？怎么办啊？咱们一人交了1000块呀，我早就和你说过吧，每公斤都2块钱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你说我。 哎呀，怎么就相信他了啊？怎么办啊？我钱有200，还是给杨丽借的啊。那个，这是什么钱啊？你们俩把钱给王老板的时候，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看着你们俩。你们俩走后，我就去找王老板把钱要回来了。真的啊？哎呀，美女，你太好了。 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明玲姐，开始收拾了。嗯，对的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你来帮我搬东西吗？没有，我看看你家有什么不要的东西没。我家刚搬过来，缺很多东西呢。没有什么不要的东西啊。你这个给我呗，这个我们还要呢。给你了，拿走吧。 真的呀，你看咱们用什么呀？咱们没用的，再买呗，拿走吧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找到哪里没有？ 小龙，怎么回事呀？这个女人是谁呀？你干什么啦？我什么也没干呀。你还想干什么呀？来，坐下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别动动，看砸到哪儿没有。 没事，这怎么疼呢？真没事了。没事啊，现在不疼了。嫂子，我给你订了一个大石头水槽，过几天就发过来了。石头水槽？什么石头水槽啊？是用石头雕的，有3层，这么高，这么长，放在院子里接送水，上面可以养花，下面可以养鱼，还可以洗菜、洗拖布什么的。那得多少钱呀？挺贵的吧？ 不贵，才3000多，3000多还不贵。我和你说，赶紧退了吧，我不要。
都买了，退什么呀？退不了了。退不了也得退。我告诉你啊，邮回来我也不要。行行行，不要，退回去。美玲姐，慧慧说的那个石头水槽啊，我经验过，可好了，你不要给我呗。给你？对呀，慧慧她都买了，退不了的，反正你也不要，给我呗，我家有地方放。我不要，是不想让她给我花钱，给你了，那是什么呀？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，给我，这不也是应该的吗？你不好意思说，我去跟慧慧说去。慧慧姐，美玲姐说你给她买的那个石头水槽，她送给我了，什么时候能邮到啊？我自己去货站取。给你了，你答应给她了？没有啊，她自己说的。美玲姐，不是你答应给我的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不是很熟。我和你不熟，那个石头水槽凭什么给你呀？你也好意思要？不认识。我要你石头水槽是给美玲姐面子，没有美玲姐你给我我都不要。什么人都有。胡秘书你怎么走了呢？美玲，胡秘书他怎么了？胡秘书给咱们买个石头水槽，我让他退了，别乱花钱。都不说他想要那个水槽，说有意思没？他凭什么要啊？哎呀，这味儿，你在哪儿弄的这些东西啊？你别看现在味道啊，一会儿做熟了，可好吃了。日出又日落，深处在山中。一张小饭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路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们，他总是不满足，不值得。哥，这猪肺能好吃吗？好吃，做完你就知道了。嫂子，温沙镇那个菩提村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都把他炖好了。妈，吃饭了。
你两块尝尝，看好不好吃。来吧。嗯，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嗯，真挺好吃的，你也尝尝。妈，你也吃啊。来，过一会儿。嗯，你也吃。哎，刚刚你说的那个乌沙菩提村是怎么回事呀？菩提村是新建的一个村，听说那里弄得挺漂亮的。哎，杨姐，我记得上次我们去广州的时候，菩提村的胡书记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去看一看，我给忘了。对呀，咱们明天就去看一看呗。要是我们能去那里住啊，就不用跟妈和小萌在这里挤了。嫂子，你别难过，咱们大家一起努力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能买自己的房子。嗯，嫂子，张美玲，咱们这第一季菜啊，都卖完了，卖了多少钱啊？我把账单发到你俩手机里面。是不是要分钱呢？我马上就把钱转给你们俩。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收到了，美女。太好了，咱们赶紧做下一回菜了。嗯。嫂子，张美玲。我看看去。什么事啊？你刚才仔细看账单了吗？门铃多了了10%呢，这10%算起来可不少啊。是10%啊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干同样的活，给销售商送菜的都是我，他多拿10%，凭什么呀？你不能这样说，每年多拿10%是有道理的，关系都是他维护的，这一年来人家维护关系没有成本吗？李恒，你说关系啊，现在这超市经理老总什么的联系方式我都有，我跟他们都挺熟，关系好了呢。你自以为你跟他们关系好，人家跟你关系好，其实都是给美女面子。哼，你糊涂了。李总，我糊涂？我看是你老糊涂了。现在咱们赚多少？咱们要是单干，保证比现在赚的多，一人50%，多好啊。我有一招能赚更多，能赚100%。什么招呀？你仔细点不就行了吗？你仔细点不就能赚100%了吗？哎呀，李婶，我是听出来了，你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干，那我就自己干了，到时候赚钱了你可别说我没带你啊。哼，花粉。哎，青青去哪儿了？青青，青青嫌钱赚少不干了。嫌赚的少？嗯，怎么办啊？唉，人各有志，不干就不干吧。喂喂，王老板。哎，青青怎么了？王老板，我现在自己出来单干了，从下个月起你们用的菜呀我给你们送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哎呀，青青，这事儿我没法帮你合作。你说我和美玲合作了快一年了，她对我挺照顾的，菜的质量一直有保障。别呀王老板，菜的事我给你便宜5%，你看行不行？不是便宜不便宜的事，我和美玲合作主要是看他的人品，你说我要是和你合作，不就是和你同流合污了吗？喂，
喂，张老板。哎，你说我。你那意思就是不收拾这了呗，搬到菩提村去住？现在还定不下来，我在等胡书记的消息呢。要是搬在菩提村住啊，也挺好的。我听说那个村啊，现在建得可好了。嗯，我也挺喜欢那个村的。美女，你看谁来了？杨琴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就来看看你，正好碰到杨俊。哎，这是什么肉啊？小黄牛肉。这么瘦能好吃吗？好吃，我给你们做凉拌香辣牛肉，你们聊着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来，我们坐着说。说着红叶满山里，这是我小叔子小龙，这是我好闺蜜杨琴。嫂子，你闺蜜怎么都这么漂亮啊？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碌，一双手让这世满足，不知的本分，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回头看，还有没有？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来吃黄瓜，自家种的。听到战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梦里？定是你来时带消息，直到我睡的我听豆豆说你要搬家了。嗯，那边不租给我们了。看啥了，小龙？你小心点，那慧慧看见了又该收拾你了。哈哈哈。凉拌香辣牛肉来了。干什么了？怎么用手抓？真挺好吃哎。恩恩怨怨，这人生的当场。这么多年，杨俊一点都没变，做的菜还是这么好吃。好吃吧？嫁到我们家，天天能吃到我哥做的菜。那人
慧慧来了。美玲，上午的事是我错了，我还在跟着你干呢。青青，咱们合作社也没做成，跟着我干也赚不了多少钱呀。你得怎么赚得多怎么干，看你自己干得挺好的。美玲，我都知道错了，你就别记恨我了。你要是不带着我干，我家的菜都得烂在地里了。青青，这做人呢，得有做人的原则，做事呢，得有做事的规矩。如果你连原则也没有，出局也不守，不管你在哪，早晚得出局。你说呢？却有人只能在回忆里明白。